身也是那个大人校友会的那个。对啊，你要说我见过吴俊威。哎呀呀，哦，那我下关系呀。以后，哎呀，以后都有机会去合作了。OK OK。上一次演讲有去哈，有啊，小织女，哦，那我要去录采访。哦。对啊，这大家这样越来越密切在一起啊。对，然后所以说未来如果有些活动的部分哦，就可以借由那个，对，我们连结在一起就力量就大了。国庆快报，我是国庆快报的社长，发名片电话这个。谢谢，王建中理事长。陈和路呀，要花钱搞搞我。好，一个 office 啊，办公室都差不多是农场啦，迄个农场啊，咩个农场啊，啊个试验场啊，啊开会呢。好，啊我是个迄个，单纯尔，替我下定。啊，另外有那个时代理事长跟你们。你们也是理事长交接啊？哈。介绍两位新朋友，跟您介绍，认识一下。对，三十年前优秀青年郭青。是。你开始电话来。安内哈，我开新闻社哈，社长郭青。郭青哦，是。这是我的董事黄国华。幸会。幸会。哎，这个张理事长也是我们那个前理事长啦。这个是我们复社综合基层医院病友服务室的主任，也是我们的督导。棒哦，督导，每个礼拜很高兴认识你们。记者会我都有去高一采访。是，欢迎啊，欢迎啊。以前王广武一边乡。哦，王广武，哎呀，我们以前王广武公关室主任。今麦是周秋敏阿哥。周思敏，然后黄仲生，黄仲平。是，幸会，很高兴。刚刚的优青，哎，我们今年当选的优青，优秀的青年，是，刚当选，这样我算学长哦，哎，学长好，我终于当学长了，对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会员，救国团七十五年，如果说之前当选的。再回来，我们就是邀请你们再回来娘家。是，对啊。我七十五年就可以表扬过自由的青年。我刚好用这个当背景。好，来，回来，你们三个合照。难得有记者。